嫲嫲每夜一杯，血糖值靓翻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ina， 今天同大家 share 一款超有惊喜的日本长寿茶。嫲嫲已经饮空几盒噶啦，因为有效果，所以推荐俾大家。嫲嫲本身有二期的高血压和1.5型的高血糖的，有时头晕真的吓亲屋企人。平时饮食是少糖少盐，次次出街真的很麻烦，因为都不可以吃餐厅的东西。之前看了很多 friend 推荐这款长寿茶，日本回购率第一的降压降糖茶，买回来给嫲嫲试一下。日日餐前饮长寿茶，血压正常了很多，不会好像以前那样忽上忽下或者降不下来。饮完嫲嫲精神了，自己都说没有好像以前那么眼瞓又耳聋啦。它又有日本的功能性表示认证的，入面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和儿茶素，对我们人体是非常有益的。入面的儿茶素有效平衡血管的伸展和收缩，而达到减压的效果。花青素究竟有多少？做个实验先。哇，即刻变红啊，五倍花青素真是坚的。嫲嫲已经饮晒一口了，第二盒已经到手，平过食药，而且还没有副作用添。